你是？我去病院检查过啊，我的身体状况足好诶，随时会当关心互你。你甲我生落来温情哦，我即马做一届献互你。等你恢复健康了后，就请你离开。别打扰，因做我的好妈妈，因为我忝。刚真正安尼啊，唔是讲好啊，要倒去做决定。我就是想过啊，才会安尼快刀斩乱麻。关心了，我这个查某囝都无任何利用的价值啦。我惊伊哦，雄雄倒一天无想要做好妈妈，闹失踪，安尼我会颠倒麻烦啦。过去的生活，我无你，你无我，安尼要过了真好啊。那安尼哦，得恢复正常。我免演你有害查某囝，你嘛免演我的慈母，天下太平。你哦，你讲气话，啊，现在就不是安尼想的啊。哎呀，我看你啦，看家你哦，把这代志讲清楚，安尼好不好？果然是我的查某囝，做代志这么干脆。你要关心救我，和我的生命会当过活落，安尼真好啊！哎呀，这顿吼，就算讲是庆祝，庆祝我会当重生，庆祝我有一个足友好的查某囝。我即马就来去传。